死者嘅面颈紫金肿胀，双眼充血，确实系窒息致死嘅症状。宋慈，人体五脏六腑对应五行天道，通过五脏六腑嘅分析，就可以得到死者更深嘅秘密。龙牙县呢度民风彪悍，宋庆一定要小心为上。呢四条危尸体明明就喺义庄，点解会嚟咗收龙井噶？难道真系有龙王？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王黎素骨，所有嘅死者都系遭人谋害。杀咗你啲棺材仔！咁问诸位，凶手系边个？